是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的台长，主持金牌节目《悬疑综述》已有20余年。卢台长通过看图腾，为全球无数的听众指点迷津。悬疑综述在澳洲悉尼现场直播，并为世界各国提供网上收听。现在，全世界已经有500多万的佛友跟随台长修行。就在不久前，卢军宏台长在亚洲及欧洲各国成功圆满地举办了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及世界佛友见面会，其中包括香港、马来西亚、英国、丹麦、德国以及法国，场面热烈感人，在当地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今天很荣幸和大家一起共沾法喜，聆听卢台长的开示。卢台长的心灵法门传的是人间佛法，教导我们如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卢台长的图腾世界帮助全世界的佛友破迷开悟，脱离苦海，改变命运，灵验事迹举不胜举。有太多的人亲眼看见观世音菩萨就在卢台长的身上，也有太多的人亲身得到卢军宏台长的法力救度，因此卢台长也被尊称为活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弘扬中华文化，学习佛教精髓，研究图腾世界，培养儒学精神。卢台长的博客现在已有1000万的佛友跟随台长学佛念经，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解决了许多在医学上都无法根治的疑难杂症。多少自闭症的孩子、痴呆症的老人、癌症的病人都被治愈，感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感谢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的慈悲。我们法会的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随后卢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接下来再有几位同修上台分享他们学佛的体会和感悟。马上，卢军宏台长将会当场看图腾，解答问题。大家请预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当抽到您的号码时，请到台前准备。恭请卢台长看图腾的时候，如果您问的是在世的人，需要告知他的出生年份以及生肖；如果恭请卢台长看过世的亡人，则需要告知亡人的姓名以及准确的写法。现在，慈悲的卢军宏台长将为我们开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开示。大家好啊！那么，首先呢，感谢那个观世音菩萨今天呢特别慈悲啊，为今天的法会呢，台长今天上午又跟菩萨交流了大概将近12分钟，也15分钟不到。那观世音菩萨又给今天呢开法会呢，给大家做了一些开示，那么这个很精彩。待会儿我跟大家讲啊，首先呢，谢谢观世音菩萨，也谢谢龙天护法。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今天也是甘霖普降啊，让我们今天这个
法会呢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所以呢今天呢来参加法会的人呢，我想呢他回去一定有一点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你们只要注意一下身边周围的那些事情就可以知道。那么实际上我们人跟人在一起啊，就是图一个好的气场，图一个好的人。那么好人一生平安，好人在一起为什么就特别开心？因为好人身上的气场不一样的。那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到医院去，你看的都是痛病痛啊伤的人啊，那你到了那里之后呢，你慢慢自己也会很难过，会很不舒服。那么为什么到这里来的人大家会特别高兴？因为大家都是学佛人，至少良心很善良，至少大家都是在念经求菩萨保佑的。所以好人住在一起，坐在一起，能够聚在一起，这就是个缘，而且是佛缘。那么现在有很多人还没有完全学佛的人，经常会问台长说，陆台长你整天在弘扬佛法，那么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觉得自己很苦？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就会感觉到很苦？那么意思就是说，没有学佛的人他就没有感觉到痛苦。大家试想一下没有学佛的人会不会生病？没有学佛的人会不会出车祸？没有学佛的人是生癌症的多，还是学佛的人生癌症多？你们去调查一下就知道了。只不过是学佛的人他已经有一种觉悟了，他能感受到他的痛苦，而那些还麻木不仁的人，天天还在喝酒抽烟，还在外面吃喝嫖赌的人，他不知道他哪一天的罪孽降临，就是带给他的就是死亡。所以当一个人最不知道有危险的时候，他是最危险的。举个简单例子，糖尿病人，当一个糖尿病人他不知道他自己糖尿病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当他明白他是糖尿病的时候，他会少吃糖多走路，你说他危险是不是比不知道的更要多？对不对啊？所以这就叫真正的学佛能够开悟自己。那么台长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那么刚才很多台长讲很多，难道没有报应吗？你知道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我的听众，他来叫台长看图腾，你看看在澳大利亚没有多少雷打雷，就是打到人家家里的，你想想看，在也是在东区，这么多房子都没打到，雷那天闪电就闪到他家里，从他家的烟囱管 house 直接进来，把他家全部烧了。你想想看，这种事情为什么会有啊？难道没有吗？大家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只不过你们没有注意。我就前天看到一份报道，我呢因为有这个功能很好玩，我看到这些东西我经常会看看图腾的，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看看，路面突然塌陷，裂出一条缝，金女坠浮水坑，你们看到照片了没有？突然之间马路裂开，那个女的一下子摔到这个裂开的缝里面，下面都是滚水，99%皮肉全部裂开烫伤，已经不像人了，像个鬼了。这个人是学佛的吗？想想看，难道人没有报应吗？这不就是报应吗？在你们身边周围的很多人生什么病的人都有，难道这不是报应吗？还以为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安稳，还以为自己做了坏事人家不知道，
99%全部烫伤，救上来的时候99%已经没有皮肤了，全部都是皮和肉全部裂开了。而且这个女的是一个做生意的，也是一个大厦里面在开会的，著名的商业大厦里面。台长看了一看，叫跟你们讲的，赚了不应该赚的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就叫现世报。大家听得懂吗？这叫现世报。我看了这个报道之后，我看了看图腾，这个女的已经被鬼拉下去，所以她的脸已经像鬼一样。想想看，如果没有皮的脸，没有皮的身体，你们告诉我是不是一个鬼啊？啊！往下面一看，吓死人了，随随便便一看，动物的腐烂的皮烂肉，现在居然在浙江省炼制新型的地沟油。你们知道什么叫地沟油吗？就是用过的油，倒掉的油，放在沟沟里的油，把它再弄出来，重新提炼，再加工一下，3200吨呢，一吨要卖12万呢。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吃的油质量好不好？居然还用这种事情为了赚钱来坑人，这是人做的事情吗？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怎么不有报应啊？啊，害人的人不是害人家，是害自己啊！啊，你们想想看，奶粉不过关，里边加那种石膏，结果把小孩子都吃出病毒，这是我们人应该做的吗？人心不古啊，人心太坏，夫妻之间，跟母亲之间，跟孩子之间，跟朋友邻居之间，有几个人好对好气？不是讲他不好，就是讲他不好，不是想赚他的钱，就是想赚他的钱，不是想占他的便宜，就想占他的便宜。想想看，这种事情不是在我们身边发生吗？触目惊心。计算了一下，说生产的地沟油够全中国人每5个人就能每一个人能吃5斤一年。想想看，我们吃的油说不定回去探亲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啊，你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而且查不出来的，这是何等的良心啊！用什么方法能够控制啊？用法律行吗？你检验都检验不出来，只有用什么良心嘛。所以台长为什么今天跟你们讲，到处全世界去讲，我为什么要让人家有良心啊？自己要做得起，对得起自己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们，因为我眼睛看得见地府，我看得见地狱，我看得见菩萨，所以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我要让你们明白啊，你们做了恶事会下地狱的，你们做了善事会上天的。这就是台长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告诉你们呢？这就是人呐。想想看，香港有一个男孩子，只有15岁，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理由，突然之间半夜里起来，把他妈妈杀了。前世冤结，前世就是这种冤结，这种事情还少吗？你们拿起报纸每天来看看，这种事情还少吗？再想一想，就在我们好思维，有一个西人，一对夫妻天天很好，浇浇花，早上散散步的。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是几个月前，突然之间那个先生就把太太杀了，没有任何理由的。大家想想看。还有，这就是台长告诉大家的，很多人的癌细胞提炼出来化验，结果把那个细胞放在显微镜一看，是一个鬼脸，而且在笑。现在知道生癌症是生什么病了吗？你们现在知道生癌症是由
鬼啦，那是灵性。你们过去不知道台长跟你们讲这些时候，你们根本不知道，以为还能化疗放疗。我告诉你，很难放的。你把它放走了，到那里去，它又到这边来。你们告诉我，怎么救得了他们？多少人没有学台长法门之前，看着自己的母亲就这么走掉了？所以这件事情，我真的还是要告诉你们，我们的。我这次到香港去大概有8000人，那么去之后有一篇东西，所以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女士30多岁，给她录了一个像，就是遗言，结果20天了，她因为是血癌根本不会好，一边 流眼泪一边录自己的遗言，结果呢结果她就在遗言当中说，我好好的学佛，跟着台长学修心，我要度人，如果我病好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结果20天之后啊，全部的报告出来，在香港这个荧光屏上会放出来的，有电视片的。结果20天呢，血癌没有了。想想看，你不信也得信，你信也得信。没有办法，医生就得信啊。所以很多现在医生很好玩，他们也信台长，他们也在念经啊。这次我们到香港有十几个医生，他们全部都在念经。要想想，有的病我们医生能治，而灵性病治不了的，哪个神经病能治得好啊？哪个植物人，哪个昏迷的人能治得好啊？待会儿台长就是告诉你们，今天好像是有一个那个，哎呀，搞错了，他们今天有一个那个植物人，结果植物人他念了小房子之后，结果好了，醒过来了。这个有录音的，这个录音有吗？结果准备错了，你们这些孩子真的是。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一个人心不要被自己的乌云遮住，因为你的心被乌云遮住了，你就是乌云；你的心被什么东西迷住了，你就是迷心；你的心如果被什么东西恨得不得了，那你就是恨心，就是嗔心。你这个心去追求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你最后就叫痴心，痴心就带来了妄想。所以人讲的叫痴心妄想，得不到的事情拼命要去得，是不是痴心啊？对不对啊？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你得不到，靠着怎么样的东西才能得到它的啊？你现在你们明白到了，知道很多的癌症，很多的身体的怪病，都是因为我们过去生中没有做好事，没有做人，这么来的。台长希望你们以后更要懂得我们怎么样来做好人做好事，把这些病能够去除。所以台长说，不要被乌云遮住，因为被乌云遮住的时候，你的心就是暗的，你的心就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做出的事情也是暗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心没有明亮，不知道做好事的时候，他就是暗的。暗的是什么呢？偷偷的，我告诉你，我恨他，我非常恨他，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安心了，接下来你就会做出很多暗的事情，而这些暗的事情在我们阴阳两界里面属于是阴界，阴界。所以阴界里面要明白一个道理，比方说在阴阳两界里面属于阴的，那么就是属于地府管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晚上经常抽筋的人，从阳间来说他是缺钙，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对不起，他就是被地府拉下去。经常抽筋缺钙的人，经常会做噩梦，这些人他就是已经受到现世报了。一个好好的女士，照片很漂亮，在几分钟之后就成为一个鬼了。你们想想看，这就是地府给人家的惩罚。一个好好的人突然之间觉得，哎呀，这里怎么有点痛啊，一查癌症晚期死了。这就叫报应，这就是叫现世报。在阳间你杀人被警察抓住枪毙，现世报。在阴间你背后弄人家，你生癌症，你会碰到一些巧事情让你死掉。大家想想看，一年有多少人出车祸，每年有医院有多少人生癌症死去，过去有这么多吗？没有癌症的时候有这么多人生癌症吗？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没有，现在为什么有啊？人心太恶，天地人都不容啊。想想看，这种人家说过去要骂人的了，真的是不是人养的人才想出来把阴沟里的地油拉出来之后再给人吃啊，为了赚钱啊。这种人怎么不要有报应？大家想想看，难道人不应该学好学佛吗？难道不应该用良心来做事吗？这就是台长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要修三福。三个福，人间有三福，怎么修呢？第一福是世间的善根。第一福叫世间善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在世间当中，这个世界不管你是前世今世来世，你们要有善根啊。修福的话，三个福里边第一个又要有善根，也就是说这个人要善良啊，要有良心的人啊。我们首先要修良心啊。你们想想看，你们在座的下面有几个良心特别好的？人家一骂你，你马上会不开心；人家一恨你，你马上会嗔恨心就起来了。想想看，这个是不对的啊，对不对啊？要有善心善根。第二修福是守戒之善。守戒之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修的一个福气，要守自己的戒律。什么叫戒律啊？就是该做的我做，不该做的我不能做。大家听得懂吗？比方说偷东西能做吗？啊，喝了酒能开车吗？啊，夫妻能打架吗？能骂下流话吗？你们就算自己骂，你们也要看看孩子啊。我们很小的时候，电影院里从来没有儿童不宜的，对不对？如果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吵架，你们照看到的孩子的感情了没有？很多父母亲吵架离婚的孩子都有一点自闭症，这就是台长看见的。因为吵架的人就是经常会惹鬼到身上，所以这就叫道理。所以台长希望你们明理，要记住我们该守的一定要守，不该我们拿的钱我们不要拿。很多人就是因为拿了人家的钱，最后被人家下台弄下台，对不对啊？有个搞地产的女的，人家叫她土地娘娘，整天的她是土地局的，整天的赚钱，最后枪毙，年纪很小，只有30几岁。想想看，我们守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该做的我们不能做。我们到澳大利亚是不是要守戒啊？对不对啊？澳大利亚不能随地吐痰，我们能随地吐痰吗？澳大利亚不能随地扔东西，我们为什么到了澳洲之后，我们知道把剥完的东西要
粘的纸啊，糖纸啊，什么积蓄纸啊，要藏在口袋里啊。这是守戒啊，这是守法律啊。那我们过去为什么随便吐痰呢？到了这么干净地方为什么就不吐痰？中国为什么现在叫大家不要吐痰，叫大家要文明，叫大家学孔孟之道，也是叫大家不要吵架，要只叫大家能够安定嘛？啊，对不对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守戒为第二福，也就是说我们修福，你看着人家有钱，人家身体好，人家是守戒修福修来的。今天台长教你们修三福，大家知道有个叫三福田吗？就是这个福田啊，要种在你的心里啊。首先要有良心，要有善心啊，不能害人家，不能骂人家，不能做背后阴人家的事情啊，不能偷，不能盗啊，这是第一啊。第二是守戒律啊，第三是行善度人啊。一个人如果不做善事的话，不去帮助人家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们想想看，我们在社会当中如果不知道帮助人家，只知道吸取不知道付出的人，你说这个人会得到人家帮助吗？啊，我给很多经济上很好的富人也看过图腾，我看到过他们真的前世是修福修来的。我认识一个很有钱的人，这个人我给他看图腾把他看傻了，他自己也曾经找过一个据称也是特异功能的人给他看，但是他没有台长给他看的仔细啊。你们想想看，他过去是在一个省的里面，相当于一个衙门里面，他是相当于一个省长。那个时候中国那个时候就是地干旱，颗粒无收，老百姓非但没有粮食，连自己都要饿死，全部几万个人跪在衙门面前求衙门给我们点粮食，因为每个衙门里面都有皇粮的，但是皇粮是不能动的，谁动皇粮谁斩首。那这个人的前世台长看见他了，他天天在衙门里难过，门口的老百姓被太阳晒着跪在那里，一批一批死掉，饿干，他没有办法，他难过呀，每天死一百个，每天死一百个，就跪在门口就这么死掉了。说大老爷开恩呐、啊，我们饿呀，大老爷开恩呐、啊。台长像看电影一样把他的前世全部看出来了，大家想一想。结果他心想，死我一个能救多少百姓，他是开仓分粮啊。结果救了当地很多的老百姓，当然是上万上万的老百姓，他自己押解到京城午门斩首。所以他的脖子特别短了，台长跟他讲话的时候，一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讲讲话，就这样讲讲讲讲，眼睛就是讲讲话，就这样讲讲讲讲，眼睛就是又醒过来了。这个就是他斩首的时候。你们想想看，他现在多少有钱，钱多的不得了，他怎么来的？人家是前世修来的，人家是前世布施来的。你们现在布施修心了吗？帮助人家，肯帮助人家吗？现在有几个人肯帮助人家呀？隔壁邻居今天问你家借点醋和酱油，一个星期没还，难过了，叫孩子假装家里吃什么东西，去叫孩子就去把那些酱油醋再要回来。你想想看现在的人心垃圾不垃圾，对不对啊？
曾经在苏州有一个女子，她很有才华，这个女子非常有才华，这个女子她懂得很多。一个老妈妈去跟她乞丐去跟她说，那个富家小姐呀，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粮食，我很饿呀。那么这个富家小姐就说了，你如果我给你对对联，你能对得上来，我就养你终身。他就说，乞丐的乞啊，叫乞了吃，乞了吃就是乞丐，乞了就是我问你要来的东西，了就是了吃，就是我要来的东西，乞了吃，吃了乞，乞了吃了，吃了乞，给他对这么一个上联。啊，这个老妈妈呢，当然她没有文化，但是她人心很善良，她也知道我要帮助人家，她嘴巴里就一直在讲乞了吃，吃了乞，她想对。看见马路上路过一个书生，这个书生看他嘴巴一直在动，就老妈妈你想说什么，老妈妈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有一个富贵小姐，她说如果她能够让我对上，她就给我吃饭。这个书生非常善良，他说老妈妈不难，我来教你，你去跟她对。结果这个老妈妈呢就去跟那个千金小姐讲了，讲了之后呢就跟他讲说，小姐我对上了。啊，这个书生怎么叫他，叫富了诗，诗了富，就是布施的施啊，你富了你就要施舍，你施舍了之后你就会富，所以叫富了诗，施了富，富了诗，施施了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从这个小故事当中，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我们做人要懂得付出啊，我们要帮助人家，我们要爱护众生。如果这个人不肯帮助人家，不肯爱护众生的人，你说这个人谁会爱他呀？今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得到我们这么多人的膜拜啊？因为他爱护我们的。而我们不懂得爱护人家，人家怎么会爱护你？夫妻吵架是因为你不把老婆当回事啊。很多上海的女士真的很厉害，她们很凶啊，当然她们也很爱家，她们不把老头子当回事啊。上海男人宁愿做很多很多的，就是叫将军的奴隶，很愿意做奴隶，但是这个奴隶做到一定的时候，你一直让他做奴隶，他就变成将军了。啊，我告诉你们，人不要不重视对方，不要不理解对方。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买的时候很贵，戴在手上的戒指买的时候很贵，但是你戴的时间长了，你不觉得它的存在，一旦掉了你就觉得我掉了这么多钱多可惜啊！所以台长叫你们重视人生，重视每个人的姻缘，希望你们要好好的修啊，好好的学呀，对不对？所以刚才跟大家讲的三福，修第一福是世间善根，修第二福是守戒之善，修第三福是行善度人啊，对不对？所以要记住，还要修两个东西啊。第一个东西叫吉祥果，每个人不是都要修吉祥果吗？大家都知道大吉大祥嘛，对不对啊？过年的时候，哎呀，吉祥如意啊！为什么要吉祥啊？吉祥怎么来的？为什么要修吉祥啊？因为吉祥可以给你带来安康啊！吉祥给人带来安康啊！啊，可以增加你的智慧，可以增加你的福分。那么
除了做善事能增加你的吉祥之外，念经念什么经啊？大家讲讲看呢、啊？啊，不会念的？你看不会吗？啊，大吉祥天女神咒。为什么我跟你们说一个人要吉祥啊？这么短短的一个小的经文，菩萨的经文，观世音菩萨的经文，大吉祥天女神咒，你一天念它的49遍，很短的，你看看你的事情吉祥不吉祥，如意不如意，听得懂吧？这个就叫吉祥果。等到你念出这个果实出来了，你就能够尝到这个果实。第二个果叫聚缘果，聚是什么聚呢？就是单立人一个具体的聚，聚缘果就是把这个缘分啊聚啊，过去文言文这个聚也有把它聚起来的意思啊。聚缘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缘分啊，哎，把它聚起来。我们今天台长是不是把你们聚缘果聚起来了？你们都是学佛的人，你们都是有缘分的人，所以台长把你们聚在一起，大家多开心，对不对呀、啊？叫聚缘果，有缘的大家就走在一起，很开心的；没有缘分就散掉。所以要记住，我们在人间要寻找有缘之人呐、啊。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你们不懂啊？你们找谈恋爱，你们找朋友，是不是要找有缘的？对不对啊？但是要记住，为什么恶缘来的时候都是在你们身上的孩子呢？因为老公老婆可以挑选，你可以找有缘的，而你的孩子他是不能挑选的。所以你如果上辈子不做好事，你生了一个孩子，他就来讨你的债，你没有办法，只能给他讨，你讨也讨不掉，你赖也赖不掉，因为这是你欠的。所以这就叫不叫聚缘果之内，这就是没有缘分的就要散掉，有缘分的就要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人要懂得聚缘，大家相聚在一起开心。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人，上千人能够聚在好思维市政厅。那么5月1号台长在香港法会，多少人呢？7000-8000人，那就是更大的聚缘果。大家都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之下，大家都能受益。因为你经常修炼这个聚缘果的话，你可以化解那些没有缘分的人来对你的骚扰，你们听得懂吗？那么考考大家了，刚刚说的吉祥果是念大吉祥天女神咒，那么聚缘果应该念哪个经啊？聪明，非常聪明，解结咒，听得懂吗？解结咒就是化解跟你不好的冤结，让那些跟你好的冤结，不是好的冤结，好的缘分聚在一起啊，这听得懂吗？把不好的缘分化掉，把好的缘分聚在一起，叫聚缘结，听得懂吗？所以台长眼睛看得见很多东西，我为什么能够弘法，在短短的2-3年当中能够在全世界将有已经有300多万人跟着我在学心灵法门，为什么会这么多啊？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为什么会这么多？因为台长看得见，说明大家相信的人还是很多呀。因为如果你们看不见，你们就不能相信。就像一个人说，我看不见，我不相信科学家，因为科学家说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啊。
他说空气当中有细菌，你们看看空气当中有细菌吗？看得见吗？看不见，对不对？你要首先相信科学家，你才能看得到。你们首先要相信台长，你们跟着台长学，你们眼睛慢慢也能看见，这才叫真理。所以台长呢，今天放一段录音给大家听听。我每天每个星期有二四六在广播里当场给大家看图腾啊，台长看了一个人，清楚地看到他的模样，然后呢，这个人的眼睛呢分得很开，头发呢往后梳的，眉毛呢是淡淡的。我还看出这个人的肩膀不好，泌尿系统不好，最难看出的地方被台长看出来了，他长有鸡眼。给大家听听，台长喝一口茶啊。欢迎好，你好，刘台长吗？你好，哎，你好，你好，我太紧张了，刘台长，你想要打通啊？啊，我身体不好，刘台长，求你给我看看，我69年属鸡的，刘台长。69年属鸡的是吧？嗯，对。啊，你身上有灵性啊？嗯。鼓掌。喂，你好。来来来来来，上次说他弄得蛮好的，今天要出点洋相，开心啊。好，那么今天来的很多的啊，我们的啊佛友也有第一次来听听的。那么台长呢也没办法，因为我只能照顾跟着台长已经学了很长时间的那么我们的佛友了。那么我今天呢要给大家接下去讲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今天我们的最重要的来的目的。那么很多人来的目的呢，就是要看图腾，卢台长看看图腾。那么台长今天呢，我告诉你们，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对了，观世音菩萨的开示，大家要不要听啊？今天呢早上，大概是9点15分左右，董台长呢就跟观世音菩萨呢讲话了。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永远跟我讲话呢，永远是这种声音是非常柔和的，非常好听。实际上这个声音呢不是嘴巴里出来的，就像宇宙声音一样。就像什么声音呢？就像你们看西游记电影里面在天上啊，托儿你要好好修心啊，就是像宇宙那种啊，就是天籁之音一样。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呢今天呢开始跟我讲的话呢，我们应该平时都好像能够似有耳闻，要好好仔细听他。台长很好玩，但观世音菩萨讲了这个16个字之后呢，我说观世音菩萨你能讲的白话一点吗？结果观世音菩萨又跟我讲了很多都是白话，那么我现在开始一句句讲给你们听，好不好？其实这也是我们最近啊天灾人祸太多，观世音菩萨给我们最近要做的事情，第一句话大家都懂的，观世音菩萨说叫慈悲为本，慈悲为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你想避开灾难，如果你想离开冤结，你
肯愿意没有麻烦的话，你必须要慈悲。你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有心里觉得这个人很可怜，你很可怜他，可怜那个人，你说你会不会跟这个人打官司？你会不会跟这个人吵架？不好啊，你是不是减少很多烦恼？所以慈悲为本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一定要善良，你一定要可怜人家呀。慈悲为本，第二句，度人为主。哇，这句话是新的，过去从来任何一个法门和佛法的经典里面没有说度人为主。实际上观世音菩萨已经看到了这个灾难越来越近，我们的灾难越来越多了。观世音菩萨曾经在去年的时候跟台长开过示，讲过现在不是说救自己的时候，救了众生你才能救自己，你只有救人家的人你才能避开自己的灾难。如果你不能救众生，你小乘佛法你不一定能救得了你自己，大家听得懂吗？所以这句话叫度人为主。第三句话台长写的叫尽心尽意。尽本来台长写是写干净的尽，然后呢干净的心，干净的意念，心要干净，意念要干净。结果观世音菩萨看我写完之后，你说好玩吗？他跟我说是安静的静。你看我没有一个字改的，我没有抄，当时观世音菩萨跟我讲的话全部我一下子记下来了。你们看看就这个地方改了，上面写着安静的静，观世音菩萨跟我讲要心要静下来，意念要干净。我希望你们以后跟我一样有点福气，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能够教化，那是无上的荣光，而且心里特别的感恩。你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能这么做了，但是你们不能像台长一样能够直接感应。你们是怎么做的呢？你们是在梦中会得到观世音菩萨。有多少人做梦做到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啊？好了，对不对？好，第四句话，弘法利生。只有去弘扬这个法，你才能会利益自己的身体。只有你帮助了人家，你自己身体才会好。观世音菩萨说了这十六个字之后，那么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说，我也这个人也是，我说讲点好像稍微有点白话的，跟菩萨讲。菩萨接下来讲，我脑子里跟观世音菩萨说，现在很多人经常会问一个问题，问台长，我为什么求了不灵呢？为什么求了不灵呢？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那么台长就问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说了，心静则自然灵啊。你们念经的时候心静得下来吗？你们学佛的时候心静得下来吗？你们如果心静下来，你们看再求，你们求得灵不灵？这是观世音菩萨讲的。你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心很静的安静下来，然后再拜菩萨，你看看你求的事情会不会灵。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心恶。因为台长说了，现在的人病太多，而且有些病根本没有名字。因为我每天度众生救人的时候，每天电话里进来就这么一叠，全部都是恶病要死掉的人，全部都是癌症啊、脑瘫啊、脑瘤啊，什么病都有。我就跟菩萨讲，菩萨说心恶则百病生。一个良心恶的人，他什么病都会生出来。不要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边的寓意特别深。你去看看生恶病的人，你就算说他，我的妈妈生恶病，但是我妈妈没有做坏事啊，我妈妈良心挺好的，
对不对呀、啊？但是你这辈子良心好，并不代表你上辈子良心好，听得懂吧？然后菩萨继续说，心灵是锁，法门是钥匙，用法门去打开你的心灵，就叫心灵法门。人想不通，就是这个锁把你的心锁住。人难过，碰到很多的烦恼，就是因为你没有一把锁去打开你的心灵，对不对啊？自杀的人都是想不通的，烦恼的人都是想不通的。所以台长昨天还在跟我们的东方电台的那些佛友们讲，一个人有烦恼的人，说明他没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没有烦恼啊，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一有烦恼，他有智慧就会对付他，就能解决他呀。哎呀，我烦死了，烦死了！你说这个人有智慧吗？所以能够修成有智慧的人，这个人一定没烦恼。如果有烦恼的人，这个人一定是没有智慧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学佛菩萨是最大的哲学家，所以我告诉你要好好学佛呀，啊。那么接下来我问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很多的人因为没有修前世，没有修，他们在拜你的时候，他们经常问台长，我们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知道吗？很多人修行很好的人，他们就能求到观世音菩萨显灵，灵得不得了。就像很多人现在，他们只要叫台长，台长的法身也会到他们梦里去一样。但是很多身上孽障很多的人，很多身上病痛很多的人，很多人还在做坏事，现在刚刚开悟立地成佛的人，他们叫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听得见吗？你知道观世音菩萨说什么？这是台长跟观世音菩萨的对话，我原原本本讲给你们听。观世音菩萨说，孩子叫母亲，母亲听得见。台长掉眼泪，台长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掉眼泪难过。妈妈爱孩子，我们现在受多少苦，你们大家想想看，我们在人间受多少苦，哪个家庭没有苦？一会儿孩子生病，一会儿自己爸爸妈妈不好，一会儿们工作没了，一会儿们家里面怎么样，做点事情被人家抢了，被人家弄了，什么样的事情都发生。我们不求观世音菩萨，我们能求谁呢？想想看，在 Grantsville 有一对越南华侨开了一个店，后来被人家去抢钱，啊，哦，一个药房，夫妻老在里面，结果那个人拿着刀，还拿了一个枪，大概什么，过来问他要钱，结果警察来了，说什么话？说你非常幸运，你人没有事情，我们有什么办法？防不胜防，只有靠着观世音菩萨。我们身体哪一天生病，你们能知道吗？你们能控制住说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好好的，明天就没有事情吗？出去的交通你会有事情吗？只有靠菩萨保佑。我经常跟你们讲，多少人坐了飞机，这条命就交给飞机上了。所以空姐都知道，如果有一个吃素的人上飞机，他们就知道今天这架飞机肯定安全，因为他们有神佛保佑。大家听得懂吗？最后啊，你们不要着急啊，菩萨的话精彩了。观世音菩萨说，杂草丛生的地方是长不出果实的。我们的心不能有杂草啊，我们的心不能有杂念啊。如果我们有杂念，我们整天想着不开心的事情，
你能开心吗？你能长出好的果实出来吗？观世音菩萨说，杂念缠绕的心灵是修不出功德的。这就是我帮你们问的，为什么很多人有功德，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好事没有功德？因为你一边在做功德的时候，你一边在动坏脑筋啊，你一边在去做坏事情啊。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最后我就问了观世音菩萨一句话，我说观世音菩萨，能不能教我们一个方法，能够让大家求你求得灵一点？你刚才前面说要静心，那么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心静下来，我们能求得灵呢？哎，想不想听啊？啊，台长不好啊，台长拿菩萨的话卖关子，看不好，看不好，待会儿念礼佛大忏悔文。那个观世音菩萨说，就是你们在拜完佛之后，你们要求事情之前，先讲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请啊，你们马上试一下。我现在跟我一起讲，你们在念经的时候，你们脑子里全空掉，一点都想不出什么事情出来。你们现在想都想不出来，我现在可以叫你们马上脑子空掉，你们跟我一起来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然后轻轻的，没有，你们这个时候你们脑子全是空的。我们来一下啊，好，预备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静不静啊？刚刚脑子在想什么想不出来了吧？一点都没有了吧？舒服吧？鼓掌！好好谢谢观世音菩萨，听得懂吗？所以我跟你们讲啊，一定要记住，众生快乐，我们要使众生快乐，我们就能得到快乐。我们做人不要让众生痛苦，让你爸爸妈妈痛苦，让孩子痛苦，都是你们不对，让自己的老婆老公痛苦也是你们的不对。千万要记住，我们一定不能让人家痛苦。实际上社会上永远的不就是名利两个字吗？还想告诉你们，名利有什么用吗？名啊，是可恶的虚荣，这是台长跟你们讲的，名就是可恶的虚荣心。哎呦，我有名了，有什么用啊？是一个表面不实在的物质。虚荣有什么用啊？实在吗？哎呦，有玉主席，钱出去了，对不对啊？因为虚荣名义会使人增加固执，这个人一虚荣的人，他会固执，不听人家话的。名誉有高低卑贱之分，贵贱之分，使世人争执不休啊。所以名誉是没有用的东西，大家不要去争名。那么接下去跟大家讲争利，利益，哎呀，为了一点点利益争啊吵啊。昨天晚上我不是告诉你们吗，有一个人打进电话来听节目，这个人很清楚跟我说，他爸爸被人家下杠头。为什么下杠头啊？因为他爸爸跟人家争官，争着要做官，最后被人家下杠头。你们想做官，最后被人家下杠头，你们想想看，争有什么好处啊？所以争利益，因为利益是善，是伪善。这个人有利益是假的伪善，是虚假不能存在的虚物质。你说这个利益今天你拿到了，明天就没有了，对不对啊？你今天做官了，明天没有了。啊，台长一个好朋友啊，他比方说啊，他今天拼命的拿到一些名誉利益，好像哎呀开心的不得了，过两天他就没了啊。因为利益能够使人忘乎所以，也就是说让你得到利益之后，你会把自己人性本性都忘记，所以利益会让你不顾廉耻，
使世人争执不休啊。所以不要去为名为利活着，我们要为众生活着，我们要为大家活着。我们其实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从小学的很简单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啊，不就是为众生服务吗？对不对啊？好了，太多的东西啊要告诉大家，台长还给大家，我很开心，因为大家来跟台长见面，那当然了，马上要给大家看图腾了啊，更精彩，大家可以啊当场给你看出你身上的毛病。那么台长在看图腾之前呢，我跟大家讲，眼见他人苦，这是台长编的，眼见他人苦，心中即如火，不是及他人，就是不是及他人，很快轮到我。人家苦啊，你还着急呢？人家你是不是替人家急啊？是替自己急啊？马上就轮到你了。好，那么今天呢，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了，也是没有办法，没有时间。那么平时呢，经常有一些人打电话到我们电台里来问一些问题，那么台长就抓紧时间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啊，跟大家啊一起当场回答，台长当场回答，那么让大家也学点玄学的知识。好，你们赶快抓紧时间啊！谢谢台长。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台长，我现在住在郊区，附近没有花店，可不可以在小区的绿化带采花供菩萨？请问这样算偷盗吗？啊，这个人为了供菩萨的花，买不到花，也不知道他不肯花钱。啊，他说把小区里摘点花，是不是偷盗？那么首先，公共的东西不能摘，公共的东西拿到家里就是偷盗，这是第一个。那么用什么方法？小区里实在没花怎么办呢？啊，当然最好是不要摘，明白吗？如果实在摘了，那么就拿点钱出来去做做功德，比方说去慈善事业啦，或者去心里明白啊，我这个是为了我的花，我去比方说做点什么事情，明白了吗？啊，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呢，心里可以平衡一点，但是呢最好呢就是不要去摘，好不好？嗯，还有什么问题？谢谢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是，婚姻出现问题，可以给对方和第三者念解结咒，那他们化解的冤结会不会越来越好？谢谢。那这种人就是小气啊，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了，鬼很小气的，所以叫小气鬼啊。我告诉你，他念了解结咒，他怕什么？他念了之后，人家化解他的老公跟第三者化解冤结了，会越来越好，对不对啊？实际上你不跟老公跟那个女的念，你不要念，你就念跟你老公的冤结，那么你念掉的是恶缘，你跟你老公会保持善缘。那谁要他去跟第三者念呢？他老公要是万一是一个采花能手呢，那你还要整天去找一个安全局去调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属什么的，跟我老公以后念的时候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解我老公和某某某女人，他又换了一个那个某某某那个女人，你来不及换的，你就念他自己跟他老公的冤结化掉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好了，好，谢谢台长开示。上次看到台长说家里有床空着没人睡不好，我家的床很久不睡了，现在要睡的话需要做些什么吗？谢谢。不要做什么，过去风水不好，因为家里房间空着就对风水不好，房间空着放一个床就是风水不好，所以希望不要，因为它这个是有一些相生相克的东西在里面，如果一个房间经常空着就会有东西进去，所以叫你们买房子最好对面不要有花园，就是有这种大的公园很空旷的一片地方，很空旷的地方就有鬼，晚上都是鬼出来，白天没有。所以家里如果房子空着的，你情愿把它改成书房，把床收起来，你老空着的话就会有灵性进去，听得懂吗？过去你们都看过电影也知道啊，很多的空房间突然之间会里面传出钢琴声音，会突然传见里面人在打呼的声音，
你们是看不见，台长看得见的。你们知道一个空房间，哎，里边没有人了，怎么有打呼的声音啊？你们知道是谁吗？灵性在里面睡觉。这就是台长叫你们为什么不要空房间呢？明白了吗？啊，谢谢台长开示。我想问一下，被超度上去的灵性，他们都是被硬推上去的，他们被推到阿修罗道或者是天界，那他们自己会修行吗？谢谢。会不会修行要看他们自己的根基的，就是说我们把一个孩子硬硬的送到了大学，这个孩子能不能好好读书，还是要看这个孩子的基本功，就是他的根基。如果这个孩子从小就喜欢读书的，就算没有考上，但是我们硬把他推到了大学，这个孩子照样可以好好读书。就跟我们人一样，就算你们现在念小房子几百张，把你们的亲人送到了天上，很多人就完了，开心了，他不好好修，他上不去。就像很多的父母亲花了很多钱把孩子送到澳洲来读书，他拿着父母的钱，他不好好读书，这就叫道理，明白吗？请问，谢谢。请问台长，现在我们可以逢年过节念多念些小房子，那么等我们以后也过世了，他们是不是会掉下来？谢谢。还没上去呢就怀疑怕自己掉下来，自己还没生出来，刚刚生出来就怀疑，哎呀我什么时候死啊，买个棺材好吧。这个就不要去想，一心念经一心学佛那是最好的，念得好不会掉下来，念不好会掉下来。这是读书一样，功课做得好你就不会留级，功课做得不好你就会留级，道理都是一样的，明白吗？谢谢台长开示。观世音菩萨生日那天我去放生了，放的是鱼，但是晚上做梦梦见一只大乌龟，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是需要我下次卖乌龟放生吗？谢谢。大乌龟放生，实际上他放过生了，如果做梦当中只要有乌龟，就说明这个人延寿了，明白吗？好啦，谢谢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是369是关节，指的是虚岁还是周岁？谢谢。啊，大家有听吗？我告诉你，我考考你们，你们告诉我，369的岁数是虚岁还是实岁？啊，他们都会了，你问他们吧。下一个，谢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是，台长曾经说过，三个字的名字通常比两个字的比较好，那请问四个字的是不是更好？比如像日本人的名字一样。谢谢台长。你看看什么问题都有。那么你叫他用苏联名字好了，马蒂耶夫，那是根据不同的国家的人跟不同的名字的呀，对不对呀？那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名字越长越好。好了，你把你爷爷奶奶什么的名字，他们说苏联人就是吧，什么名字，欧洲人一长串名字全部放在身上去了，那就好啊，听得懂吗？那是三个名字是坐得住，是按照中国人的八卦阴阳所配的，明白吗？日本人是四个名字，按照他们国家的这个就是阴阳所配的，每个人的国家的阴阳八卦都不一样，明白了吗？谢谢台长开示。请问台长，拾到钱但是找不到失主该怎么做？是不是可以用来放生？那应该说给谁放的？怎么求呢？谢谢。这个人就是捡到钱了，捡到钱之后呢，他说是放生，是怎么放或者怎么样，他是这么讲。那么实际上捡到钱能还给施主，那是最好的，功德无量。那当然小钱就算了啊，那十块啊20块钱捡到的呢，你比方说你可以在马路上看见那些人呢，你就给人家跪在那里，或者你拿的这个10块20块钱呢，你也可以那做一些功德，比方说比方说买些花了去供供菩萨，到庙里了，或者到去捐掉都可以啊。但是呢他的问题就是说，
放生如果大的，他如果捡到几百块钱的，他实在找不到失主，那他买鱼的话，他只要把这个鱼放下去，他只要讲我这个功德水洗，这个水洗就到那个掉了钱的那个人身上，听得懂吗？哎，教你们的啊，水洗。好啦，好，谢谢台长开示。请问台长，清明节扫墓时是否可以用假花把墓碑装饰得很漂亮？谢谢台长。又是一个小气鬼。你想想看，墓碑怎么能让假花围绕呢？对不对呀？啊，你想想看，不要讲其他的，那台长现在就讲，如果这个花是假的在这里，台长一看，假花，省点钱可以用很多次，它不一样，它的气场出来不一样，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对不对呀？怎么可以用假的呢？因为它死掉了，你就给它花边上全部用假花，它活着，那么就给它用真花，小气，明白了吗？好不好？谢谢。还有啊。啊，最后一个问题啊。谢谢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是，可以敷着面膜做功课和念小房子吗？谢谢。你看他们好玩吗？什么问题都问。可以敷着面膜做功课吗？你们看像什么样子啊？最好不要做功课，因为面膜弄上去，这个脸呢像鬼一样的，这个脸都弄这个样子，哎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们想象一下，这什么样子啊？什么感觉啊？啊，不能做的，面膜不能上的面膜不要念经，明白了吗？好不好啊？我看你们两个也差不多，大概你们选的跟他们智商有点差不多。好了，台长最后跟大家讲，那个佛祖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一句话，他的弟子问释迦牟尼佛说，为何人生难得，你们都是做人，你们已经投了人了，为什么人生很难得呀？你们想想看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就拿起一手掌的土，就是沙子，他就说，如果这个沙子代表你们的话，如果这个全世界的沙子代表这个整个的宇宙的话，你们人生就像那这么手掌里的一个沙子，也就是说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但是我们人是多么的不可得，我们做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既然做的人，我们就要像人，我们做的人，我们就要比人还要做得好，我们要做圣人，我们要让做一个有用的人，对人家有诸贡献的人，能够帮助人家的人，这种人活在这个人间，他就是受到众生的热爱，他就是菩萨，所以我希望你们成为菩萨。好，谢谢大家。台长兄，台接下来有一个人来讲一个人，讲完之后台长现场给你们看图腾。好，谢谢大家。